妈妈刚给了我10块钱，让我去买好吃的，好开心呀！哇，我们小朋友的妈妈给了小朋友10块钱，打算去买好吃的。那能让我们看看你的钱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我给你们看看我的钱。哇，这个就是我们小朋友妈妈给我们小朋友的钱。钱用英文怎么说呢？ Money 钱， Money 钱， Money 钱。我去买好吃的啦。怎么回事呀？我们小朋友刚刚不是还很开心吗？让我们一起问一问。我的钱刚才丢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歌德警长。哇，我们小朋友的钱弄丢了，我们需要歌德警长的帮助，让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找到我们小朋友的钱吧。让我们一起来问问我们的面包超人和我们的细菌小子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小朋友的钱丢在哪里了呢？我没有看到小朋友的钱丢了，不好意思，帮不到你们。我也没有看到。哇，我们的面包超人跟我们的细菌小子都没有看到我们小朋友的钱，丢失的钱到底去了哪里呢？让我们一起再去别的地方找一找吧。咦，这个好像是我们小朋友丢失的钱呀。哇，原来他把钱丢在了路上，被一片树叶给挡住了。我们小朋友的钱找到啦。找到怎么说呢？ Found it， 找到， Found it， 找到， Found it， 找到喽。让我们一起把丢失的钱给我们小朋友吧。我们找到小朋友丢失的钱了，我们一起给我们小朋友。谢谢，谢谢大家帮我找到了我丢失的钱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刚才我们小朋友的钱丢失了，丢失用英文怎么说呢？ Lost， 丢失， Lost， 丢失， Lost， 丢失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，记得点击关注我们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，再见。